专门请来唱罗罗腔的，给大家助助兴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就喜欢听这个。张亮带着头后生上来了，我们去看看。好啊，走。兄弟们，看好了啊！来，兄弟们，我来教你们怎么打枪。来，兄弟们，张亮兄弟，这就送来的及时雨啊！哎，连司令。哎呀，有了这些萧何、刘皇，平清寨的后山就顾若金涛了。 哎呀，大武道的弟兄，只是希望你们多杀鬼子，为灵丘的父老乡亲们报仇，也不枉为我一个义子。说得好，但是义归义，我们银元是不会少的。连司令，这些东西我可不要钱，要了钱，我还对得起死去的弟兄吗？ 我听说晋北复仇大队就要成立了，正好这些原料就作为大武道的贺礼送给你们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，给。谢了。走。大叔，带客人上山。好嘞。慢点啊。 行啊，连司令，大武道的兄弟都助你一臂之力，啊，牛，哼。老八，嗯，你负责建一个地雷组，专门造地雷，人员自己安排。是。哎，不错，有了这些，就能更好的护寨了，啊。司令，我认为咱们有寨友这个事儿，可千万不能让鬼子知道。那是自然。 跟上回的做法一样，封山。哎，司令，平时弟兄们守寨辛苦，偶尔下山轻松一下，应该可以吧？当然可以，等地雷阵建好了以后，随便下。那得多长时间呀？哎，老八，嗯，你们八路军就没啥理由送啊？有啊，而且还是份大礼呢。 好，现在咱们这个晋北复仇队成立筹备大会正式开始啊！有请张大哥讲话。来，我没啥说的，遵守承诺，我决定加入晋北复仇队，连新凤就是咱们的总司令了。好，谢谢大家的信任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 我现在宣布，张辉子，我命你为晋北复仇队副司令；于先民，我命你为晋北复仇队三队长；李青林，到，我命你为晋北复仇队总教官。这，周老八。 能者多劳，我命你为地雷队长、侦察队长、后勤队长。是。全体都有。大家请看，举白山出旗。兄弟们，这就是晋北复仇队队旗。犯我灵酋长，遵请。必杀！杀！杀！谭先生。 哟，白大夫来了。谭先生怎么样？声音好啊。哎呀，马马虎虎吧。白大夫，想来看点什么书啊？我想要几本医学入门的书，有吗？医学入门有。嗯，我可是要五本哦。啊，您要这么多？哎呀，咱家好像只有两本的。只有两本啊？啊。那我也先拿着吧。好，您等着。 白大夫，给您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吧。嗯，是的。哎呀，我多问一句啊，您现在都是知名医生了，您要这么多本这个医学入门干什么用啊？
其实，不是我要，是林新凤。他们山上成立了一个医疗队，但是医疗队的队员连基本的医疗常识都不懂，我得上山去给他们讲讲课。是那个平行寨的林新凤。对呀，你很熟。哎，白大夫，现在小鬼子。 正在到处悬赏他的人头呢，凡是跟他有关系的人，我听说吃不了的都知道。这时候你怎么想帮他？你还是小心点吧。不是，谭先生，你看新凤全家死的这么惨，我们可都是中国人呢，我们不帮他，你说他还有路走吗？是，但是首先我们是人，对不对？ 其次，我们才是中国人。那，你说我们首先得想活命吧？你就听我一句劝，还是不要惹这些是非的好。以前你跟连家关系那么好，可是你现在突然讲这个话，谭先生，我真……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说句。 不怕你笑话的话啊，我就是一个商人，啊，卖点书挣点钱。我现在首先想的是保命要紧。哎，啊，行，谭先生，这个话题留着以后我们再讨论吧。您先忙着，这两本书就先记在我账上。不好意思。 书没给你凑齐，我再去进，啊，等书来了，我让代长给您送过去。好的。以后您看什么书啊，不要提钱，您想看就拿走，那钱的事回再说。好的，我先告辞了。好，慢走。谭先生，您留步吧。啊，慢走。白大夫，有空再过来哈。 刘克，过来。白大夫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是您请您上山去一趟。是为了开庆祝大会的事吗？对。什么时候开？明天。这样，我去医院请个假，你到医院门口等我。好嘞。先生，你这车我不用了，可以吗？ 邓松啊，这就是我们八路军送给平行寨的礼物。啊，兄弟们，木头抬过来。我跟你说，大嫂，热闹啊！哎，都来了。啊，我说师傅。 该调小调小，该走场走场，一会儿热闹点啊！弟兄们，看戏好不好？好。观众，你们唱一个。来，我。看一个，看一个，看一个。那怎么样？哎呀，热闹啊！对，很久没这么热闹了。嗯。哎呀，这自行车罗罗香真好听。不错。 老板，嗯，你说这回鬼子会评上吗？嘿嘿，这个不好说。钟排长，嗯，白大夫来了，白大夫来请。钟排长你好，白大夫来了。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能不来吗？怎么样了，准备的？哎呀，都差不多了。我忘了给你介绍一下。 这是我们平行寨张司令，在咱们灵丘地界也是众山头的司令老大啊，张司令。这是咱们灵丘县城赫赫有名、家喻户晓的白大夫，很有名。张先生好。白大夫，久仰。
以后平行寨少不了麻烦你。那不是应该的吗？爽快。哎，我们今天在唱戏，喜欢哪出我点给你。哎，让我点啊，凡是好戏我都喜欢。好戏哦，那咱就来一个小二姐做梦。哎，这个名字好。好吧，去告诉司令准备好了，让他上来吧。好。嗯，好了，看看怎么样？挺好，利索多了，漂亮吧？嗯，从后面看更漂亮。哎，嫂子，我还有一样东西送给你呢。什么呀？你等着啊。嫂子。是，这个是我们上次进城买来的布料，我看都是新的，就拿它缝了缝，好送给你呢。这是你自己做的呀？对啊，我自己亲手缝的呢。我想你要穿上这身衣服啊，那就可精神呢。喜欢吧？现在你可是晋北复仇队的司令了，怎么能没一套像样的衣服呢？待会儿穿上，教大家眼前一亮。对，眼前一亮。嗯。司令来了！全体起立，列队。大家都来了。班山，降旗。出队旗，今天我们晋北复仇队成立了。鸣枪。白大夫，嗯，刘根儿。
你怎么不看戏了？小点声，别打扰他。我走了啊。走，我送送你。大头，你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鬼子大部队一直都没行动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？我就闭嘴！咱们平行寨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，记住了，有老天爷保佑咱们，咱们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。楼上吧，你把鬼都给盯紧了。但愿顺顺利利吧。将军，马上给便衣小分队发电报，让他们全速前进，把暗哨全部干掉。嗨，杜将军，嗨，通知工兵迅速排雷。这次我们要悄悄的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一举歼灭。嗨，是，进，走，进，走。哎，慢点。哦，好。阿德福。这么急啊，不和连司令说一声了？不了，你看徐玉凤今天这么忙，我就不打扰她了。再者说，我过两天不就又来了吗？嗯，行了，刘哥，你回去吧，这已经安全了。哎，好，您慢点啊。好。老爸啊，听说八路有礼物送给我们，对，拿出来看看呀。大总，领个答案来。哎呀，礼物哪儿呢？二哥，哎，哎呀，好东西你拿出来。老爸，不会是枪吧？不长不短的。这八路穷的跟叫花子似的，能送啥呀？二哥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能有份礼已经很不错了。老爸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啥意思啊，老爸？就一把破鼓吹，还好意思当礼物呢？解释解释吧。是在前面。走了。后山，后山也有。不，在后面。在左边。右边，一定在右边。速度是唢呐声，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。难道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行踪？
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空城计，一定是空城计。不不不不，这个曲子我听过。什么曲子？是大刀进行曲。大刀进行曲，不好，有埋伏，一定有埋伏。秦姐，龙族国家，这里地形险要，他们一定是早有准备。如果攻打平行寨，我们会损失很大。我向大通借兵，如果不把这个地方拿下来，我们回去怎么跟佐藤将军交代？报告，城里来电，八路军正向飞机场推进。飞机场绝对不能丢失，撤退。好，集合。司令，游东少汇报，龟田八郎带着大批人马向咱们平行寨扑来。你说啥？别着急啊，不用担心，他们被四面八方的唢呐声迷惑，已经退走了。唢呐退敌之计，肖团长安排的。哦、老八可以啊。钟老八，我就知道你小子藏有玄机。哎呀，那这么看来，今天幸好有这把唢呐，要不咱们可就吃大亏了呀。老八。你吹的啥呀？大刀进行曲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啊，这大刀得向小鬼子脑袋砍。是，砍。说得好。这把唢呐是今天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，我决定把今天定为晋北复仇队的纪念日，以后啊每年都要庆祝，每年都要吹唢呐，吹的曲目就是《大刀进行曲》。好，好，好。来，老爸，来，来，来，大家还能喝吗？怕你呀！啊！晚上都高兴喝呀！来来来，痛快，去打鬼子去！来，打鬼子去，喝吧，喝！啊，爽！裴司令，佩服，我敬你，先干为敬。张司令。你先别着急喝呀，我连新凤啊，要没有你们这帮兄弟，今天也不可能当司令。但是我想先说两句，我觉得咱们晋北复仇队成立了以后，还得做一件事。司令，说吧。明白，将军阁下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没有按照夜莺的计划行动，中了八路军的心理战，我愿意接受处分。是，是，我一定会熟读《孙子兵法》。如果再失败，我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。明白？将军阁下，我明白。谢谢您，能够再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。您放心，飞机场、黑龙洞，一定会万无一失。否则的话，我愿意上军事法庭。你给我好自为之吧，笨蛋。明白。秋五绝，美食人生啊啊！
他娘的还会日语啊？你别瞎写，写错了。四弟，你忘了，三哥我可是东北人呢。在东北的时候，小鬼子逼着我们学日语，而且我还在日本的美食店里头做伙计，天天接触的都是日本人呐，一来二去的，能不会几句鸟语吗？还真是派上用场了。招牌打出去以后啊，这日本人来的更多了，士兵、军官都有，他饭店的名声越来越响。嘿，戴大哥很谦虚，对日本人说就会那么几句通用日语，而且啊，说起来还很别扭。干得好！我说大脑袋，你弄点吃的呀。诸位，想吃点什么？你来点点心。好嘞，等等啊！我怕你在这儿吃胖了，你都。那不了，来太君看看。先来壶苦酒茶啊！嗯，大头，你的日语不好，不好。我的日语不好，店里的东西大大的好啊，大大的好。我们这次过来就是吃你店里的油炸糕。哦，有喜有喜，来两盘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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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二位太监，酒，二锅头的有。二锅头，嗯，这酒太烈了。哎，怕什么？嗯。喝，咱们拉的是弹药，不是棉花。这烈酒你不能喝。问他有没有清酒。那些鬼子干嘛躲宪兵啊？鬼子军纪很严，他们轻易是不敢出来活动的。说什么呢？叽里咕噜的。听鬼子说，他们下午两点去拉送弹药。几辆车？两辆，一辆拉弹药，一辆押送。走哪条路？不知道。去哪儿？他们没有说。听他们讲，四点钟回来。继续打听。好。目前知道的情况就只有这么多，谭叔叔。我找您是因为您比较熟悉鬼子的兵力部署，您帮我分析分析，他们到底是要去哪儿，会走哪条路？两点出发，四点回来，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。那只能去三号弹药库。去三号弹药库，别人走太皇岭，经过沙涧。沙涧？对。你太厉害了。嗨，这都是分内的事儿嘛。这一次啊。我打算打伏击，你看可行吗？啊，鬼子有两辆军车，打伏击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我看行。哎，如果你想把握再大点，我可以让宪大队支援你一下。不用啊，这笔买卖我们平行寨打算自己干了。啊，我们新凤现在会打自己的小算盘了。鬼丫头，来来，连长，喝着来。哎，俺这儿可是还有好东西呢。你还有什么好东西？这东西在俺们山上。可金贵了，来来来，捡大的吃。这个你们都有，哎，不早吃吧。嗯，甜。李队长，
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。讲啊。你要是想娶连兴风的话，有一个人可得加小心呢。谁呀？钟老八。钟老八？不会吧。你是不知道啊，你没回来之前，这个钟老八在连兴风面前是跑前跑后，哎呦，那个殷勤献的呀。女人嘛，啊，总是心软又多情的，都是爷们儿，你懂的啊。真有这样的事儿吗？估计他老爸现在恨死你了。不会吧？咋不会呢？你想啊，你要是没回来，现在连兴风说不定就已经是他的女人了。可你现在突然杀回来了，到手那女人没了。这要是你的话，能不生气，不恼恨？前面你也知道，这我跟兴风的感情，他钟老八没法比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。再说你今天跟我讲这些是干嘛呀？哎呀，啊，跟你说句实话吧，俺也看不上那个钟老八，对吧？俺宁可带着俺山寨的弟兄们投奔你们国军，那是正规军呐。啊，那八路叫啥？那军叫花子吗？贤妹呢？到时候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哎，兄弟，有句话可得劝你啊，千万不要那么自信。这个钟老八呀，还是有两下子。他有哪两下子呀？这个人呢，特别能忍，就跟那戏文里唱的韩信一样，他受得了胯下之辱。有时候这种人啊，特别可怕。老八，你等等。老八，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。我告诉你，你想让我嫂子参加八路，没门。为啥呢？你说为啥？我问问你，你们八路军抓住龟田八郎，杀不杀？俺八路有纪律，不杀俘虏，那不就得了？楚老八，看看，不杀龟田八郎，行吗？我想你和平行寨许多兄弟对我有点误会。你别跟我说这个。你听我说，我来平行寨，是想把平行寨这支队伍发展壮大，成为灵丘，甚至是整个晋察冀抗日重要力量。还要鼓舞咱们晋察冀所有人民的抗日决心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臭老八，你们八路军都这样吗？玩嘴！剧本山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中意。
快一点！像你们这种速度，敌人机枪早把你们扫射了。你黑我不能撅起来。干啥？我屁股扭伤还打？你不知道吗？敌人电磁网是有电的，像你这样早就被人烤猪肉了。别笑了，继续。跑去。把吃奶劲儿拿出来，快，快点爬。嫂子，心凤，一会儿到议事厅开会，大家都来。嗯，干嘛？你去干嘛？开会啊。我还没给你擦完汗呢。开会了。齐务必。来，咱们待会儿看看，这是青林刚画好的太皇岭地形图。这儿是鬼子运输队的线路，说说吧，如何伏击才能做到万无一失？他们一共有两辆车，前一辆是押送士兵的，后一辆就是装的武器弹药。这是块肥肉啊，找个容易的地方埋伏起来，等车一经过，把山上的石头推下去，前后夹击，让他进退两难，然后趁机下手。就怕鬼子看见石头之后就有所防备了。用地雷不行吗？万一车上的炸药炸了，我们就一无所获了。想让车停下还不容易。铡刀啊，我把铡刀埋在地上，车压过去，车胎爆了不就停了吗？那还真得找个轮胎试试，要保证万无一失。嫂子，你忘了，我巨半山是玩一辈子刀的人，这你还不放心？好，咱们再来商量一下埋伏的地点吧。我个人认为太皇岭比较合适。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？这个地方我熟，独立团在这打过一次伏击，我也参加了，很成功。嗯。鬼子虽然只有25个人，但是他们单兵作战能力很强，我们的命可比小鬼子给金贵啊。布置火力我在行，给我30个人，2挺轻机枪，我在公路两旁布置火力点，使火力交叉，这样更有力量，一定会打得鬼子落花流水。好，我命令。吕先兵、李大树，你们负责守后山。是。李青林负责火力组，老八负责侦察组，现在就开始行动。还有，老规矩，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许下山，下山的人就是内奸，包括吕先兵和李大树，你们两个互相监督。好。好。二哥，这又是一个好机会。如果咱把这个情报告诉给龟铁八郎，连新峰他们就会被一网打尽。这平行寨就是二哥的了。是二哥。哎呀，可怜连新峰了，实在是太鬼了。行了，你俩别烦我了。大树兄弟，二哥，拿茶哨啊！啊，放心吧，二哥，后山我也安排好了。现在只要有人下山，指定就是奸细。好，做得好啊！有你在，俺就放心了。那俺先回去歇着了。行，二哥，回去歇着吧。啊，兄弟们辛苦啊！都埋进去啊，兄弟们。